技能和效果会在11级变为进化版，略微改变它的外观。明白了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不是来救人的，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人也没办法，碾碎他。对，我的确念了哨兵誓言，不过我当时……哎呦我操！咦？哎呀，救救！我操！这是干嘛呀？每个寨主的脸，谁的点烟啊？全军出击！谁的点烟？你们能知道不？没想到我穿白衣服还挺帅。中单的点烟是吧？行，这咋发现的？不知道啊，这谁知道了？算了，不去了。这皮肤真不错，哎，这真的，这皮肤手感其实不错呀。怎么着，突然就让我对抗邪恶拯救世界了？行吧。给你一个扣，他没闪，我也没闪。压眼吧，换了，没节奏。这家伙没完没了了，这是看我好欺负啊！我一瞅，别告诉我，我肯定特爷们。一看就知道打野来了，那来了就换了呗，那来了还能怎么办？来就来吧。这比勒索家族企业还带劲儿。好嘞，好嘞。他是鬼魂、怨灵、僵尸还是妖怪什么的，只要让我开枪我就高兴。插个眼儿的。瞎眼吧。干这一条最好能发财，让我混进上流社会。给你个扣，罪犯怎么了？谁说我不能为了明天而战？走出末路，不太好，不太好，耗他血呀。
不能再往上上了啊！他 QE 我们吃不消。艾克来了，可以。哨兵格雷夫斯，出发！耶！压压，妈！不用太害怕啊，问题不算太大。我生了，你这是在开玩笑吗，兄弟？我还挺喜欢的。哎！哎！吃我一个平 A！呀呀，那闪现大菠萝吃饼干，哎呦！我最后的乐，别把树洞勾。死亡真的让我看问题的角度变了，我还得抢更多人。这把整个盾钩，回头得让他们给我立个雕像，特精致那种，但别把我的脸刻得太像我。不穿甲，这把来一个不一样的蓝枪。他怎么回事？可恶，旁边喷着他了是吧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反英雄形象。吃狗屎去。能拯救世界的人赏给他多少钱都不够。看看蓝 buff 有没有，可以啊。压压，妈！并肩携手，同生什么来着？剩下都忘了。Hello！ 我操，他在进化！哎，救救！不太好操作，那螳螂前面有蓝 buff， 你知道吧？我喷，我只能喷着蓝 buff， 它不好操作。进化嘲讽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那螳螂按错了，它肯定是进升级 R 加直接进化了，它按多了一下就出现了这种情况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我们这边赚了，我们这边其实是赚的。咱们搞快点，我着急回去打劫的。我们让螳螂瞎进化了一个技能，你说赚不赚？血赚。本心自问，我其实不是坏人。等一下，我是。
你知道螳螂瞎进化一个技能有多难受？它一共就能进化仨。压眼吧，大波流啊，下当了。我是光明哨兵，不代表我就是好人。瞎眼吧，这是带有谋杀性质的盗窃。好，打个蟹去，打完蟹我们回家了。圣石做的回家，穷途末路。一走，扣一下。圣光告诉我可以怎么做。哎呀，我操！有操作的小伙子。闪慢了，我压根儿我就没想到他能闪，你知道吗？既然他这个样子跟我玩游戏，那么我也要从现在好好跟他玩游戏了啊！从现在开始，我将一并操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能射就行，其他都不会。我是菜，应对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打法，明白吗？既然他刚才用这种打法，那我也得用这种打法了。今天行善是为了明天作恶。先打他一个骸骨。这是带有盗窃性质的伤害。大波鲁二先杀一个，我有盾弓。喜欢操作，小伙子，来！是，我谋财害命，趁我保命的才害你的命，你抱怨什么？
我纯爷们169护甲。其实干我们这行挺挣钱的，大家都应该试一试。回家，不装没的。我又留下英雄世界了，不用接了。我的破剑者来了。开始单带。幽灵会掉钱吗？有人跟我说幽灵会掉钱。罪犯怎么了？谁说我不能为了明天而战？打个先锋打一个呀。那团战我们是不可能去的啊！出这破剑者就没准备去。我开枪从来都是要命，不过现在是光明正大了。走，螳螂去打峡谷先锋了。等他打一会儿，我们先打个蛤蟆。一打二应该没啥太大问题。说你呢？我这纯爷们儿，小伙子。瞎眼吧，大了！没想到我穿白衣服还……这是你的一番。他们怎么不给我发一个圣石过去？就把三栏拉了。哎，现在这火蓝加辣美的组合有点厉害呀。我操，这个虚区！哎呦，这虚区！水火冰火两重天。有点厉害。因为火蓝的技能可以触发减速，你知道吧？动不了，这带减速的这玩意儿。一并超没了，谢谢西内大坝的飞机，一并超没了，失败了。就把这塞拉西杀了，还有永霜，你这走位把这永霜给他走了。这家伙
出点什么能多加点魔抗呢？枪能射就行，其他都不会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管他是鬼魂怨灵僵尸还是妖怪，只要让我开枪，我就跑人。Enemy double kill. 先把他秒了。我这纯爷们加吸血，哎呦我操！火蓝又跑过来了。Unstoppable 了，出不了影魔刀啊！对呀，来个青雨吧，青雨出完来个无尽。没办法出魔抗，蓝天魔抗出不出来的影，无尽清影。这什么鬼？我死了，我怎么没找到敌人？我怎么又有敌人？刚才那个是秒表。伤害，这火蓝这伤害就离谱啊！我去看，这火蓝 A U E 太狠了。应该是去打大龙了，我估计。我看到了每个寨主的脸。只要他俩不来正面，我打他们仨都是随便打，都是轻轻松松、敢敢单单。大龙没打。我要搞死那个破败之王！先去把这塞拉西给他杀了。不是坏人，等一下，我是往哪走啊？啊？你要走哪去呀？不是你要上哪去呀？怎么还能死一个呢？哎呦我靠！走我们家去！咱们搞快点，我着急回去打劫的。别打呀！守基地。没事，他们没有兵线，我们瓦尔塔守吧，那个瓦尔塔飞。
的武器，每次都打得他们措手不及。那火蓝只要不回家，其他人都是粑粑。去打小龙，走！加入哨兵，拯救世界！啊，我就是这样被一个能变成鬼的女人。哎呀，龙魂打完了。这还能垒呀、啊！哎，他反应真快呀、啊！我操！鬼女，啊，不是龙魂，不是龙魂还好。刀，卡斯野先手血都打不掉，银彩呀！这我操，人家放了个扫描，扫着我了，看着我在那边了。世界的人赏给他多少钱都不够。我们上路推一波。不行啊，火蓝来了，咋整啊？现在碰着这火蓝就得快点跑。走，我们去下路偷东西。小偷，这套行头不知道拿到当铺能换多少钱。先吸点血。你们赶紧去大龙。瞎眼吧。打龙啊，下路三四个人，快打。我走了，再见。大英雄马尔科姆·格雷弗斯，我烫死了吧？哎呦我操！我操你妹了！他凭啥带减速啊？哎，他放技能，那个被动技能烧我腊梅，给个E技能还在减速呢。凭啥带减速啊？这个技能啊，这也太赖了！这还能玩不？这有什么兵仗？搁哪呢兵仗？
他 W 打着你，只要辣梅给放了一个技能啊，不也不用 W， 他只要技能打着你啊，只要辣梅给放个 E， 被动的烫你也给你减速，啊就这么累，就累成这个样子，我都不知道这英雄怎么回事，现在这怎么这么累？我们一开始没发现这个玩意儿这么累啊！我不喜欢死，这是个大赖皮。龙魂就龙魂吧，无所谓了。今天行善是为了明天作恶。能不打架就尽量别打架，躲着点。拯救世界。减速啊，减的我，那平 A， 他闪现了，没事，你们守塔，我担待，就只能这么打了。那火蓝过来打团战，我们不可能打赢，根本就打不过。把鞋换了吧，换他一个水银鞋。守基地，守基地，守基地，守基地。哎，杀了杀了，可以把这辣美杀了就行了。别打别打，哎呀我操！他们反正又推不下来，我死的像一点儿吗？这么猛吗？威爷，哇威爷，哇威爷，哇威爷换人了，猛啊我的小伙子，不要辜负了威爷这一波，直接去推他们家高地，二十秒塞拉西复活，我刚好走到那儿。干这一票最好能发财，让我混进上流社会也行。兄弟，你是真勇啊！别的不说，你是真猛啊！我是包你的，我不用你包我，我也死不了。我泪目了，你还包我呢？包个屁！可以，这维因塞杀塞拉西，去前面啥呀？我可
在一个没有贼的世界里。这剑魔把我都不掉血。推基地啦！剩这么两个半玩了呢，这不行，怎么又有个点炎啊？这点炎太多了，这点炎我打不了。有点盐，套了我两个点盐。哎呀，来个愤怒合计，我很愤怒。孤立无援，孤立无援是个屁，那螳螂打不动我们，塞拉西能打动我那200多护甲，那螳螂打不动我。别急打呀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把螳螂杀了。别着急，哎呀，别着急，我还没活呢，哥哥们，啊，我还没活呢。牛啊，这都能打。哎呀，这波我们赶紧过来反战吧，还是去偷？我对着头了。哎，惩戒呢？没惩戒吗？还不如去偷呢。这是滑卡。没事儿。他们正面就三个，他们推不过我。我们家中路有下路有超级兵，他们拿什么跟我推？没打过，正面没干过。我蹭主基地，人家主基地没了，正面没干过，没收。